远方传来风笛。你敢信乐器小王子刘宪华又带着他一人一乐队的演出方式火出圈了，这首《明明就》再次创下封神现场。明明就不习惯牵手，为何却主动把手勾，你的心思太多我不会戳破，明明就差比较我会自动变朋友。小伙伴们大家好，这里是蘑菇头音乐，我是你们的小蘑菇。众所周知， Loop Station 的高级玩家刘宪华和在向往的生活的大华是两个人，本期蘑菇就盘点刘宪华那些封神现场。话说你是哪个舞台入坑的呢？Number one, How to Love， 小提琴架子鼓钢琴现场编曲，中音 Live 随机切换。Number two， 飞云之下，绝美小提琴加高音感动全场。在飞云之下，因为我们的家，在耳边说话，让我别发现那些终于放。Number three， 战歌起，刘宪华的 Sold Out 极致卡点。Number four, Believer， 利用工地里面现有的材料制作 Loop Station。节目的最后还有这首双钢琴演奏的 Faded， 咱们下期再见。